孙俪近年来可算是荧屏霸屏女王了，从最早的《玉观音》到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，被称为娘娘后，人气更是高涨。近日的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再一次掀起了全民追剧热潮。孙俪虽不惊艳，但五官清秀，端庄大方，精湛的演技和认真努力的态度获得了观众很高评价，出演的每个角色都深入人心。近日出席活动，高腰鱼尾裙套装，时尚优雅，女王气场十足。虽然小时候孙俪在单亲家庭长大，还曾有不婚主意，不过现在也有一双儿女的幸福家庭，这当然得归功于爱豆丈夫邓超了，两人都是观众非常喜欢的明星夫妻了。孙俪多次获得各类国际和国内奖项，其演艺事业所取得的成功，她的天赋与这份后天的勤奋和敬业心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大家喜欢哪部剧里的孙俪呢？